心一点哦，很可怕吗？会咬你哦。对于吃货们来讲，如今的法拉盛那简直就是天堂一般的存在啊。全亚洲甚至是全世界的各国小吃像珍珠一般的散落在法拉盛的各个角落。当然称霸中华美食圈已久的川渝系列大吃小吃自然在法拉盛是必不可少。白话那么多，咱今天吃点啥呢？吃 sauce。 吃这个？要不吃这个？你没听说吗？他来了，那咱们就奔他去吧，赶紧的，走着。你好，欢迎来到海底捞。嗨，欢迎来到海底捞。哎，等一下，前面还有一大段呢，可不能省略哟。现在排，你要是排出最后一桌没问题了。好，最后一桌。近水楼台坐的最后一桌。明明说11:30，11:21了。现在11:21，最后一桌。要登记吗？我们还？我们现在不用了，我这已经数过了，从您到这儿正好30桌，后边就不接了。下午4点还开。我们现在在试营业，我们想为了满足一个服务质量，不能随便弄的。这咱们是北美地区第一家吗？不是，第五家。第五家。北美地区，我们是美国这边第5家分店。美国第五家，纽约是？纽约是第一家。纽约第一家。我们这边。齐了是吧？好的，我们楼上大概在11:30到11:40开餐，楼上有免费的服务，可以享受我们免费的服务啊！好，谢谢。啊，那有带位的，是二楼是吧？七号两位这边跟我来吧，这边请。啊，我这个是这边的负责人，这样。哦，你好。哎，你好，你好。就是感觉。谢谢。就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小甜品。小甜品。对。是有点像冰粉。对。一个水果冰粉。对，是的。约完了以后，在这儿等着，然后呢，到了这边的排号，对，会打电话叫的。
体验一下，体验一下这个，还有机器按摩，是不是？机器按摩。很舒服，记得给小费哦。然后就是这位美女。Hello， 你好，欢迎来到海底捞。嗨。你好。你好。我们一共有四个区域，有不同的小料台。嗨。嗨。然后这是女士洗手间，待会一起能过来看一下。好，各位，谢谢。我们待会这是男士的洗手间。嗨。这个炉子为什么这么设计吗？啊，我们这边有一个抽风的那个，就是一般吃火锅不是会冒那个烟吗？那个气味，然后我们有一个抽风的。因为这个是。对，这个还有，这个有四个管，然后可以把味道冲出去，就不会觉得你身上有很大的味道。哦，这个很棒，很棒。对对对，这个太重要了。然后可以，或者不洗手的问题再怎么说？就是假如你想点这个的话，就加这个一份，然后再多两份。哦。然后点好的话会在这边，然后需要的话就剩下那个就留下。好，然后我们小料台这边跟这边都可以。好，这边这边。对，毛肚是一定要点。对，要不然您先拿喝的吧。然后我们有一块九宝八，无限畅饮，一块梅子豆浆。说明豆浆都可以。对，而且一块九宝八，一块九宝八美味无限畅饮。就是你也可以换着喝。那先帮您倒什么？我要酸梅。酸梅汁。我要豆浆。啊，豆浆是无糖的可以吗？然后需要上热的，热的，好吧，对对对。然后这两个汤都是配喝的，然后帮你配一些葱花香菜，你们有吃的吗？哪个是可以喝？这个不辣的可以吗？这两个是。对。帮您弄点葱花香菜，牛肉粒，谢谢。稍等一下。这个不错哦，强烈推荐哦。这个也不错。哎，我帮你倒吗？小心啊。坐在那里。你想尝尝这个？您先续杯哦。这是牛油，这是青椒。
酱料理的。朱娜，我给你拿个架子上的东西。专门有一个海鲜的调料，就是这个，可以让这个服务员帮你调。这海鲜的调料，然后蘸这个，蘸这个和牛，这和牛稍微在这个豆花海鲜锅里面，稍微涮一下，变色，稍微让它颜色。粉粉的变成这个颜色就可以吃了，然后就是用这个海鲜的蘸料来蘸这个和牛，我觉得这种吃法是有点鲜味，非常非常的鲜。您这边吃的还可以吗？非常好。啊，这个虾需要帮你剥一下吗？这数字挺吉利的，一次很愉快的就餐呢。我很好奇这个狗狗是干嘛用的？要玩个小游戏吗？很生气哦。然后呢？看到了。玩这个游戏哈，你看一下。要小心一点哦。说可怕吗？会咬你哦。三个红色。你看，要快点两个。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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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这是白色的啊，这个红色。没有了。这也太逗了。谢谢，拜拜，谢谢你的光临，拜拜拜拜拜拜。我是酒赖赵小鱼，欢迎转发订阅。